们准备好跟着彩虹姐姐一起动动脑玩猜谜了吗？好嘞！那也跟太阳哥哥一起大声的唱歌好不好？好！哇，很有精神呢！大家一起来划船喽！看他们没有力气的样子，好像，没电的样子。嗨，大力，我一想到明天鲨鱼老师啊要考我最害怕的数学，我就没电了。对呀，我也好担心哦。不得不得，不然这样好了，我们请小朋友来帮我们补补数学题呀。哦，好办法，小朋友这么聪明，说不定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瓜充充电哦。这些题目一定难不倒他们的哦。听好了，第一题，请问章鱼船长有几只脚？八只。哎呀，这个题目太简单了。对嘛，难一点的来考考小朋友。哦，那这次听好了，这一题真的很难哦。你看，小八比一个耶，大力比一个 OK， 请问耶加 OK 总共是几只手指头？一个耶，一个 OK， 我算不出来耶。小朋友，你们说是几只啊？五只。耶，答对了。哇，小朋友，谢谢你们告诉我们答案。哇，请小朋友帮我们复习充电一下，我变得更有信心了，连玩猜谜都电力十足哦。那船长请赶快给我第一个提示吧。谢谢船长。第一个提示是凹凸，意思是说这个东西一面凸起来一面凹进去哦。这个一面凸起来一面凹进去的东西，有圆的也有方的哦。有圆有方有凹有凸，小朋友，你没有想到什么吗？知道，知道，知道，四层吧。真的，小朋友好聪明，原来月亮也是有凹有凸的。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哦，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常常会用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大家赶快动动脑想想答案。有很多种，会是哪一个呢？别担心，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提示。没问题，船长，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谢谢船长。手电筒、闹钟、遥控器，意思是说啊，这些用品都要装上这个东西才可以使用哦。哇，如果没有装上这个东西，就会跟我刚刚一样，没电。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手电筒不会亮，闹钟不会响，遥控器不能转台啊。反正啊，如果没有这个日常用品的话，会很麻烦啦。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么重要的东西，小朋友都有答案嘞。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电池。我们的答案是电池。是电池吗？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一边凹一边凸，很多东西要装上它才能使用，答案就是电池。哦，他们猜对了啦。耶，我们答对了，帮自己拍拍手。
人伤心。对不起，对不起，好运还是不来临，这次输得惨兮兮。哎呦！海盗们，是的，船长，接受失败的惩罚吧。大力又输了啦，请小朋友充电根本就没有用。而且我想到明天的数学题，我就更没电了。数学考试啊，我们请假好了，请假。不行不行，我们每一堂课都要到的才是乖宝宝。好，那请半天就好，半天。不行不行，我有全勤假。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乌龟鱼，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哦！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美人鱼，哇，好美丽哦！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救命啊！双儿拿着钓鱼竿，一起散步。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乌龟鱼，好好吃，好好吃哦！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美人鱼，哇，好美丽哦！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救命啊！手儿拿着钓鱼竿，一起散步。Cool.
您今天是来剪头发还是来烫头发的呢？都不是。哦，所以您今天是来护发的？嗯，也不是。也不是。还是您需要其他的服务，都可以尽量告诉我。就是啊，明明我都很努力的在照顾我乌黑亮丽的秀发，舍不得剪，舍不得烫，舍不得它淋到一滴雨，晒到一下太阳。可是，事情居然还是发生了。夫人，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看你的头发很好啊。哪有很好？你看。看什么？哦，你没有看到那根白头发吗？哦，才一根而已。没关系的啦。怎么会没有关系？有第一根就会有第二根，有第二根就会有第三根。啊，我不要。不过人为什么会有白头发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睡，博士啊，你也爱你头脏啊？我嘛是爱笑人呐、啊。对哈。头发的问题问我健康博士大特瓜就对啦。大特瓜，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怎么办？头发的颜色主要是由头发的发囊里的黑色素所来决定的。当我们年纪越来越来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黑色素就会慢慢消失，所以白头发就会一根一根长出来啦。这是自然现象，你就不用烦了。那我以后老 Coco 的时候，头发不就一下子全都变白了？哦，不要啦。阿伯，不会不会，这个黑色素呢不会同时消失，所以呢这个头发也是一根一根一根的变白。哦，原来如此啊。还有啊，要记得当你发现一根白头发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把它拔掉，因为你有可能会破坏发囊里面的黑色素。 你怎么不早说？人家刚刚才拔了两根呢。大特官，你的头上也有一根白头发呢。什么？白头发在哪里？赶快帮我拔掉啊！你不是说白头发不能拔吗？这个时候谁管这么多啊？赶快帮我拔掉，要不然会影响我这个 N 岛帅哥的形象。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好啦好啦，来人呐、啊，帮我把那个撸头发的撸子拿来哦。我不是要剃光头，你用手就可以了啦。赶快。好啦。海豚，你也环保，我也环保，大家都环保，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不会减少，你也健谈，我也健谈，大家乐健谈，好棒健谈，爱地球好简单，我们一起
电视，记得要保持距离，才不会近视眼哦。简简单单，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Then everything is okay, everything is alright. Because 我们有爱，我们彼此相爱。Because 我们每天过得轻松愉快，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欢呼，一起 okay, alright, okay, alright. 我们欢呼 ，okay, alright. 我们跳舞，轻松愉快过每一天 ，okay, alright. 又又是个大家庭，又又是个大家庭。都是一家人 ，Alright, OK， 彼此相爱 ，OK, Alright， 我们欢呼 ，OK, Alright， 我们跳舞，轻松愉快过每一天 ，OK, Alright， 我们大家无话不说，简简单单都还不错，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OK, Alright, OK, Alright， 我们大家无话不说，简简单单。今天的我有话要说，要介绍的是百川小朋友的作品，他的画很丰富哦。没错，百川他在他的图画里面画了大大的太阳、蓝蓝的天空，还有漂亮的彩虹。更特别的是啊，他在草地上画了六只可爱的小羊哦。这六只小羊啊，每一只都长得不一样，有高高的，有耳朵很特别的，还有身体细细的，真的很有特色。而且百川说天气很好，所有的小羊们他们都很开心的一起玩游戏。在画的中间呢，有一间粉红色的房子，这个啊就是小羊们的家。他们的家啊有一扇高高的门，这样子不管多高的小羊都可以进去。真的耶，百川你好细心哦，希望所有的小羊都可以永远快乐又开心。那我们就来看看下一幅图画吧。左转，右转，二档。加速！太阳哥哥，你要开车去哪里呀？我也可以一起去吗？当然可以，我要去看品艺小朋友的作品，我最喜欢的黑色跑车。咦，图画里面只有一台红色的车子，没有黑色跑车啊？那是因为品艺他帮这台红色的跑车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黑色跑车。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看啊，这辆黑色跑车开在马路上非常的帅气，而且车子又大，相信全家人都可以坐得下哦。那也希望品艺长大之后呢，可以开着这台黑色跑车，载着全家人一起出去兜风。我有话要说，快说快说。